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方法，叫做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那么，什么叫做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呢？它的衡量指标是什么呢？衡量指标那就是每股收益。所以，对于这种方法来讲，指的是不同的资本结构下，谁的每股收益高，我们就选哪个方案。每股收益越高，这个方案越优秀，资本结构就越佳。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表述。 对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来说，我们需要计算的是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好，你看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吧？能够提高每股收益的资本结构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对于每股收益，我们应该怎么算？每股收益的计算在前面的第二章已经做了介绍。首先明确一点，对于这个每股收益指的是普通股的每股收益。所以，它的计算。 应该用净利润，再减去优先股的股息，优先股股息，得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再说一个普通股的股数。按照我们前面第二章的观点，实际上这个股数啊，应该用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但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直接用股数，就不再考虑加权了，为了简化。好了。 那么净利润又怎么算呢？净利润怎么算？净利润来，息税前利润 （EBIT） 再减去利息，得到税前利润，再乘以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这不就是我们的净利润吗？所以，据此，我们的每股税的计算就有了。假设我们第一个方案，把相关的参数确定为下标为一，那。 第一个方案下，它的一个每股收益这样算：来，税前利润减去它的利息，得到税前利润；税前利润乘以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得到净利润；净利润再减去再减去优先股的股息，这样呢，我们的分子才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哎，优先股的股息要扣掉啊，这点别忘了。 再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股数，直接除以股数就行了。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案，它的一个每股收益。那么下来第二个方案每股收益呢？我们按照同样的思路，给把式子列出来。我们现在所谓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指的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息税前利润 （EBIT） 下，这两个方案从资本结构的角度来说没有区别。 那么没有区别，只能认为它们的 EPS 每股收益是相等的。我们看每股收益吗？你要让这两个资本结构都一样，那只能是每股收益都一样。所以方案一每股收益在这儿，方案二每股收益在这儿。要让他们都一样，中间就来个等号，一等那不就一样了吗？既然如此，我们把这个地方的息税前利润给算出来。 算出了这个息税前利润 EBIT，这就是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所对应的息税前利润。好，有同学说，这个我们机考的时候在输入的时候，这个 EBIT 上面这条横线应该怎么打？谁让你打个横线呢？你考试的时候如果列个方程，敲 EBIT 四个字母都已经很对得起它了。要我说啊，干脆设未知材量是吧？ 我们 x 这个 x 就行了。好，字母不重要，字母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一些具体的计算思路、计算方法要明确。好了，算出在这个特定的 EBIT 下，两个方案的每股收益是一样的，两个方案从资本结构的决策来说是一样的。那问题是，为啥要算这个指标？为啥算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它就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个基本的标准。 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呢，我们看下面的决策。第一个，对于负债筹资方式和权益筹资方式来进行一个比较。当然，对于权益筹资方式来说，这我们又叫做股权筹资方式。好了，那么刚才我们说，每一股收益无差别点所对应的息税前利润，这是个标准。标准我们写在中间，假设它是两千万。好。 下面两种情况，同学们思考思考应该如何来进行决策。第一种情况，假设我们实际或者预计的期值前利润是一千八百万；第二种情况，假设我们实际或者预计的期值前利润是二千五百万。面对这两种情况，到底用债务筹资还是股权筹资呢？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第一个方法，跟上我的思路，我们理解记忆。 哎呀，这个能理解，当然是尽量要理解。想理解记了的同学点个赞。好，同学们想，现在我们的标准在中间是两千万。第一种情形，咱的息税前利润只有一千八百万，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这个企业规模啊还很小，你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么当企业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告诉我经营风险是大还是小啊？经营风险是高还是低啊？ 规模小，经营风险一定高，经营风险一定高。在经营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告诉我财务风险，你应该如何做决策？财务风险是不是要降下来啊？要降下来。那么降低财务风险，再告诉我最终的结论。你觉得用债务资本好还是权益资本妙？用哪个？那就一定用权益资本了嘛？债务资本会增加财务风险。 权益资本呢，它本身不含财务风险，所以当我们的预计或者实际的息税前利润小于标准，咱就用权益资本，就用股权资本。好了，这地方呢写成股吧，就用股权资本。好，往下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千五百万这样的息税前利润的时候，预计或者实际的息税前利润是二千五百万，说明大于了这个标准。 大于了这个标准，规模还不错，规模还很大，所以它的经营风险就比较小。当经营风险比较小的时候呢，又可以提高财务风险。那么如何提高财务风险？我们就用债务资金。所以第二种情况，我们就尽量的用债务资金。好了，这不就是哎我们的基本决策思路吗？能理解吗？ 能理解的同学点点头，嗯，我看大家都在点头。好，这是第二个思路。第二个思路，你说你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咱就简单一看，前面如果小的话就是股权筹资呗，大的话那就是债务筹资呗。所以你直接记四个字小股大债。记不住这四个字咱看下面这个图片，在这个红色的年代，是吧？有一位小姑娘在那儿干活。 啊，我们特别提倡的是农业学大寨。那我们把这个图啊稍微描述一下，那就是下面六个字小姑娘学大寨呗。小姑娘干农活，农业学大寨，不小姑娘学大寨吗？你再来稍微简化一下，那不就是小股大债？就是刚才的小股大债。如果说小于这个标准，咱们用股权筹资；大于这个标准，咱们用债务筹资，这不就 OK 了吗？所以。 当两个不同的筹资方式，一个是负债，一个是权益，好区分。第一个方式稍作理解，第二方式小股大债。那么接下来，如果说组合筹资方式进行比较呢？哎，这个时候就要需要画图来分析。比如说一个方案，发行一部分的股票，然后呢一部分找银行借款；第二个方案，发行一部分的优先股，然后一部分呢，哎，再发行公司债券。 这样的又有债的成分，又有股的成分，怎么办？要画图分析。怎么画图？我们后面详谈，详细的说明。好了，这是我们的决策标准。来，我们看相关的题目。看下面这道题：说甲公司目前有债务资金三千万，年利息呢是二百四十万，普通股的股数是两千万股，没有优先股，企业所得税税率百分之二十五。 该公司由于有一个较好的新投资项目，需要追加资金一千万，有两种筹措方式，A 和 B。看第一个要求，计算长期债务和普通股筹资方式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好了，这第一个要求，在这呢稍微注意一下，对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来表示。 除了就是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那请问可不可以计算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其他参数啊？就是我要求计算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营业收入，行不行？可以的，只不过呢，一般情况下我们算的是息税前利润。好了，怎么计算呢？来跟上我的思路，咱们来列式。首先我们看一下 A 方案，计算一下它的每股收益。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 （EBIT），上面这些横杠，哎呀，写不写都无所谓的事儿。好了，EBIT 减去利息，你甭管有没有 A 方案，我们原来的利息二百四十万，那依然是存在的。你再来看 A 方案，它是增发普通股二百五十万股，请问，对于 A 方案来说，会增加利息吗？ 不会，不会增加利息。好，这样呢就直接得到它这个税前利润，乘以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税率百分之二十五，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好，往下走，这得到什么呀？这得到的是净利润。在这道题目当中没有优先股，哎呦，没有优先股太好了。这所有的净利润都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再除以普通股的股数。 那么，普通股的股数有多少股呢？原来啊是两千万股，现在发行新股又追加了二百五十万股。在这个地方啊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表述啊，我们就默认为发行了这个新股筹集了这一千万在年初就发行了。所以分母这个地方啊，你不要考虑什么时间权重，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那么 B 方案呢，找银行借钱。 EBIT 吸税险利润减去原来的利息二百四十万，依然要发生，再减。取得长期借款一千万，年利率是百分之十，请告诉我一年的利息多少？一年的利息，那么两者相乘就一年的利息吗？一年的利息一百万，扣掉。这是方案二，它的一个税前利润，再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得到方案二它的净利润，再除以。 方案二所定的普通股的股数只有两千万股，因为它是举借债务，所以不会增加普通股的股数，但会增加我们的利息。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就把两个方程列出来，两个方程列出来，你就可以稍微总结一下。比如说，如果发行的是普通股，会影响计算当中的分母，分母会增加，因为股数增加。 那如果说是单纯的债务筹资，分子利润会增加，是吧？那我们的净利润减少，但是呢，我们的分母的普通股的股数不会发生变化。好，下面这两个式子列出来后，中间给它画个等号，这样等号一画，就得到下面这个式子。下面这个式子，左面是方案一的每股收益，右面是方案二的每股收益，两个方案每股收益相等的情况下。 把这个 E B I T 给解出来，这个 E B I T 同们会解吗？会，我假装同学们不会，简单给他们书写一下 E B I T，再减去，再减去二四零，在这个地方啊，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前面和后面直接可以约掉了，别管了。那么对分母来说呢，这个数据啊比较麻烦，干脆我们给它化解一下，分母，它们。 两个数的分母，二千二百五十万和两千万，它们有最大公约数二百五，二百五十万，所以都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前面呢它的分母变为九，后面的分母就变为了八。好，它的分子呢，e b i t，再减去三百，是吧？这就可以了。然后交叉相乘，九再乘以这个参数，八再乘以那个参数，中间一相等。 可以了，那么最终我们解出来，这个 EBIT 它应该是等于一千一百四十万，也就是说啊，这个息税前利润在一千一百四十万的时候，这两个方案从资本结构的角度来说，它们是等同的。那么真的是一样的吗？来，我们来验算一下，把这个幺幺四零带入第一个式子，得到方案一每股收益；带入第二个式子，得到方案二的每股收益。咱们往里面一带。 对于方案一来说，它的每股收益零点三元每股。方案二呢？B 方案同样零点三元每股。这两者一定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只能说明你又算错了。好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幺幺四零搞定。走，看第二个要求。第二个要求说，根据财务人员的测算，追加投资以后，销售额可望达到四千万，变动成本率是百分之六十。 固定成本呢是一千万，企业所得税税率百分之二十五，不考虑投资费用。好了，请问现在我们应该选择哪个方案？应该选择哪个方案？我们就要把预计或者实际的息税前利润算出来啊，用小股大债来搞定呢？好，他说销售额啊有望达到四千万，再乘以一减变动成本率百分之六十，这样实际上得到的是边际贡献，我们后面。 会谈到这些基基本的参数。那么再做就算呢？再减掉固定成本一千万，这样算出来，我看看啊。前面算出来是一千六百万，再减去这一千万，所以我们的息税前利润六百万。刚才我们计算出来，每股收益无差别点这个标准是多少？一千一百四十万。我们实际或者预计的。 这六百万小于了这个标准，小于了这个标准，小股小股股权筹资，我们就选择咱们的第一个方案，发行普通股。所以第二个要求，那应该是股权筹资。好，下面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追加以后，这个预计的销售额假设达到六千万，那应该选择哪个方案？假设达到六千万，我们就要算一算追加筹资以后它的。 预计的息税前利润六千万，再乘一个一减百分之六十，再减去一千万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不变啊，这样呢得到一千四百万。那么如果说你的息税前利润是一千四百万，当然就大于了我们这个标准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幺幺四零。小股大债，现在就选债务筹资，咱就选。 方案二，所以最终呢计算出来，第一种情形选 A 方案，股权筹资；第二种情形选 B 方案，债务筹资。行了，如果同学们想验算一下，把这个数据带入刚才的计算公式当中，可以得出两个方案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的每股收益。算出来的每股收益和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定性的结论一定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第一种情形，A 方案每股收益零点一二，B 方呢是零点零九，当然选 A 方案对的呀，验证了它的无比正确性。那么对于第二种情形来说，A 方案的每股收益零点三九，B 方案的每股收益是零点四，验证了我们应该选择债务筹资 B 方案。这是小股大债它的具体应用。我们继续往下走，看下面这道题。 所以，公司目前有在手资金是八千万，年利息八百万。普通股的资本是一千二百万股。由于扩大经营规模，需要追加筹资六千万，所得税税率百分之二十五，不考虑筹资费用等相关因素。下面 A、B、C 三个筹资方案。哎呦，这就比较麻烦了，这就需要同学们画图了。A 方案说，增发股票一千万股，每股的发行价是三块，同时向银行借款三千万。 利率保持在原来的百分之十，这是由普通股，然后再加上银行借款。B 方案增发普通股呢是五百万股，每股发行价是三元，同时溢价发行四千五百万元，面值为三千万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百分之十二。那 B 方案它是怎么发行的呢？首先我们发行普通股筹集资金一千五百万，其次我们在发行这个公司债券。 又筹集了资金四千五百万，这两者相加，这六千万不就回来了吗？但要注意，我们发现这个公司债券啊，那可是溢价发行喽。它的总体面值才三千万，咱一卖就要卖四千五，那这是溢价发行。告诉我，对于这个公司债券来说，每年需要支付多少的利息啊？面值三千万，再乘以票面利率百分之十二，这公司债券每年增加的利息。 C 方案不增发普通股，溢价发行三千六百万元，面值为三千万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百分之十二，由于受债券发行数额的限制，需要呃需要补充向银行借款二点四百万，那利率呢是百分之十。好了，A、B、C 三个方案都是混合筹资啊，这部分资金权益资本，那部分资金债务资金。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既然有三个方案，就要计算三个方案相互之间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算完以后再来画图啊。来，我们把三个方案它的每股收益，先把式子列出来。比如说，就方案一来说，第二方案它的每股收益 EBIT 息税前利润，假装已知，再减去原来的利息，你甭管选择哪个方案，八百万该交还得交啊。 那么对于 A 方案来说，第一个方案来说，他向银行借款了三千万，利率保持在原来百分之十，所以 A 方案会增加利息多少？三千万再乘以百分之十，好了。那么这样就是 EBIT 息税前利润减去了利息，再乘以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百分之二十五。这道题对方案一来说没涉及到优先股的相关问题，咱当然就不考虑它了。这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再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考虑加权，直接给它一相加。他说，目前有普通股是一千二百万股，对于 A 方案来说，又增发了一千万股，对吧？又增发了，所以分母呢是一千二原来的，再加上增发的一千万股，这样我们 A 方案它那个每股收益的式子，咱就这样列出来了。 那么 B 方案呢？依葫芦画瓢啊，EBIT 再减去原来的利息八百万。对于第二方案来说，那有没有利息产生呢？有啊，公司债券呢？公司债券利息的计算一定是票面要素，所以用面值三千万再乘以票面利率多少？百分之十二。这是方案二。 用息税前利润减去了利息，形成了税前利润，税前利润再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得到净利润。由于题干和方案二也没有涉及到优先股，哎呀，太好了，你不用减优先股的股息了。这样的净利润全都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对于方案二来讲，有多少股股票啊？原来有一千二百万股股票，现在不又增发了这五百万吗？ 所以再加五百万，这是我们方案二，就是 B 方案，它的每股收益我们这样列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方案。对于第三个方案来说就比较单纯了，是吧？虽然前面是公司债券，后面是银行借款，你甭管是什么样的筹资方式，这不都是债务筹资吗？所以 C 方案它不会涉及到普通股数量的变化，我们调就调分子。好。 我们假设息税前利润 EBIT，EBIT EB 再减去再减去原来的利息八百万需要有，再减去，相信你再想还有啥？还有我们公司债券的利息，还有我们银行借款的利息。所以你看溢价发行三千六百万元面值为三千元的公司债券，所以计算这部分的利息用面值三千万再乘以百分之十二。 再进去，后面呢？找银行还补充借款了二千四百万，年利率百分之十。好了，这样呢就得到方案三它的税前利润，在税前利润基础上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就得到它的一个净利润。没有优先股，这就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再除以它的股数，股数多少？股数就是原来的股数，一千二百万股呗，对吧？就一千二百万股。 因为新的两种操资方式都不会增加股数，只会增加利息。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三个方案他们各自的每股收益都算出来了。下面我们要计算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三个方案就有多少个呢？A、B、C，你想啊，A 和 B 这两个方案一比较，哎，得到第一个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 B 和 C 那也有一个、啊、，A 和 C 那也有一个、啊，所以我们下面要计算三个每一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首先我们是 A 和 B，好，我们把前面的计算公式直接放到这儿来。那我画波浪线的，那这部分不就是 A 的吗？对吧？这部分那不就是 B 的吗？所以这两者哎，两个是一相等。 就解出 A 和 B 这两个方案，它们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一千三百六十四。换句话说，那就是息税前利润在一千三百六十四的情况下，方案 A 它的每股收益一定等于方案 B 的每股收益，对吧？好，下面我们可以把 B 和 C 这两个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给解出来，幺九七六。 下面呢还有 A 和 C 是吧？B 和 C，A 和 C，咱们都解出来，到底怎么解？这是同学们的体力活、手工活了啊！这样呢，我们得到三个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幺三六四，然后呢幺九七六，6, 然后呢幺七六零。有了这三个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吸税前力润，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判定？接下来咱就应该要画图了。咋画图呢？看下面这个坐标体系。 它的横坐标，它的横坐标是 EBIT，纵坐标呢是 EPS。也就是说，随着息税前利润的逐渐逐渐的增加，我们的每股收益也会逐渐逐渐的提高，对吧？好，在这个坐标提一下，我们下面就要把这三个方案，它们息税前利润和每股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用线条来表示出来。怎么表示？怎么表示？画直线，它们之间一定是线性关系。 好了，我们说，既然是画直线，在数学上就是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既然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我们就先画 A 方案。来，我们把前面 A 方案计算每股益的式子拿过来，令它等于零，假设这个式子假设它等于零，我们解出 EBIT 是幺幺零零，说明对 A 方案来说，它一定在这个点上。 幺幺零零，这是横坐标，纵坐标呢？纵坐标那就等于零。对于 A 方案一定经过这个点。下面呢，我们就定义，在这个地方我们定义这个点，它的横坐标就是幺幺零零，它的纵坐标就是零。但这个图形啊，是我们解决这个题提供的思路。这图形到底怎么画，对吧？数字怎么标？同们可以自己标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标零，这个地方。 标个幺幺零零可不可以？也可以啊，无所谓。好了，只不过呢，我们为了方便，为了让这个图啊尽量的规范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原点那个地方就直接标明它的横坐标是幺幺零零，它的纵坐标是零就行了。所以我们的 A 方案，A 方案它一定起源于这个点。好，那么接下来两点才能确定小直线，一个点不行了。 咋办呢？我们回到刚才的一个结论当中，说 A、B 这两个方案比较，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是幺三六四。来，我们把这个幺三六四啊带入我们 A 方案每股收益的计算，算出来，在息税前利润是一千三百六十四的时候，A 方案它的每股收益是零点零九元。那行，我们就在坐标体系当中找，找出来横坐标。 横坐标是一千三百六十四的时候，纵坐标是零点零九，这呢就确定了这个点。哎，确定了这个点，在这儿，在这儿啊，这个点在这儿。那么确定这个点以后，你再一想，A 方案经过这个点，也经过这个点。既然两点可以确定一条直线，好，画一条绿颜色这条线，就代表 A 方案它的稀释前利润和每股收益之间的变化。 显然，息税前利润在上升，我们的每股收益 n 也在上升。我们 A 方案这个图形就画出来了。好了，我们看这个点，对于这个点来说，横坐标幺三六四，纵坐标呢是零点零九。说，在这个点上，A 方案和 B 方案没有区别。为啥？因为它们的每股收益都相等。所以，你在这个图上如果画图的时候，B 方案也一定会经过这个点。好了，下面我们看一下 B 方案。 那么对于 B 方案来说，刚才我们讲了，它一定经历这个点，有一个点已经确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另一个点呗。另一个点啊，我们依然把它表示在横轴上，表示它的纵轴等于零，每股收益等于零。来，我们看一下，下面把 B 方案每股收益的计算式子拿过来，令它的每股收益等于零，解出这个 EBIT 是幺幺六零，说明对于 B 方案来讲。 不但经过了这个点，还经过了另外一个横坐标幺幺六零，纵坐标为零的这个点。这个点在哪儿找？只能在横坐标当中找。找来又找去，就找到这个点。哦，这个点，那是横坐标幺幺六零，纵坐标为零。哎，找到这个点，找到这个点以后，说明这个 B 方案经过这个点呢。B 方案又经过这个点，还得经过这个点。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咔哧。 这条线就画出来了。这是我们的 B 方案，B 方案用蓝颜色来预表示。来第三条线 C 方案，对于第三条线来说，实际上同学们呢、啊、完全可以不用再计算了。你就想一想，想一想，根据前面计算出来的相关参数，马上就能确定。你比如说 B 方案和 C 方案，它们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期值钱利润是幺九七六，假设幺九七六在这儿。 说明，在这个特定的横坐标下，B 和 C，它们两者一定有个共同的点。所以，在我们特定的 EBIT 下，我们的 B 在这这个点，那么这个点呢，C 也一定通过，因为它是每股收益的无差别点嘛。好，接下来来看一下 A 和 C。对于 A 和 C 来说，它们之间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吸税前利润是幺七六零。 也就是在幺七六零这个点，比如说这儿幺七六零，60, 在幺七六零这个点，我们 A 方案是经过这个点，对于我们的 C 方案来说，它也是经历这个点，是吧？因为在我们幺七六零这个息税前利润的水平下，这两者它的纵坐标就一定相等，每股收益不就相等了吗？所以现在 C 方案就经历了这两个点。 把这两个点给它稍微一连起来，这 C 方案黄颜色的，这不就出来了吗？好了，那么现在如何决策呢？我们把中间最为关键的这一部分呢，给它滴溜出来，然后放大。如何决策？第一个范围小于幺三六四，假设我们实际或者预计的期税前利润小于了幺三六四。 请问大家，你选择哪个方案？选择哪个方案？你一看，哦，我在这个地方，那只有我们 A 方案，它的每股收益是最大的，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A 方案每股收益是最大的，所以小于幺三六四选 A 方案。那么接下来幺三六四再到幺九七六，幺三六四再到幺九七六这一段，选哪个方案？ 就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选哪个方案很明确，选上面这个蓝颜色所表示的方案，哪个方案？那不一定是 B 方案吗？B 方案。那么假设大于幺九七六呢？如果是大于幺九七六，同学们再看，哦，大于了幺九七六，我们应该选择每股收益最高的哪一个？黄颜色的那条线，那不就是 C 方案吗？ 好了，这样呢，我们最终的结论这就有了。有人说：“哎呀，这样好麻烦，画图不会画。”那学生啊，他还是遵从于前面的小股大债这样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说，假设是三个方案的话，你首先第一步算出三个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算出来后呢，我们掐头留尾，中间的不要了。你把最头的那一个拿下来，最尾的这个拿下来。 就把这个数收啊，就分为了三个部分，分为三个部分。那是如果说它的息税前利润小于了最小的这个每股税后无差别点，就尽量用股权，股权成分更多的，或者说股权成分百分之一百的，用它。大于了最高每股税后无差别点的，就尽量选债务成分，那么银行借款啊、公司债券等等等等。那如果介于最高和最低之间的。 那它这个资金筹措方案，那就是往中间走，可能既有股权的成分，也有债务的成分。行了，好，这是我们这一块哎，通过画图要有所理解。好，我们接着往下走，看下面这道例题。说某企业目前有一千万元的长期资本，均为普通股，股价呢是十元每股。那么根据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目前这个企业没有负债，也就没有利息。第二个结论。 目前这个企业它的普通股是多少万股啊？长期资本总共一千万，均为普通股，股价十元每股，所以我们的普通股就一百万股。这两个结论，哎，先搞定。继续，现在企业希望在实现五百万元的长期资本的融资，以满足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有三种筹资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 全部通过年利率为百分之十的长期债券融资发债筹集债务资本。方案二，全部是股息率为百分之十二的优先股来筹资发行优先股。方案三，全部依靠发行普通股股票筹资，按照目前的股价需要增发五十万股的新股。企业所得税税率百分之二十五。看他的要求，他的要求有如下的三个，我们逐一解决。第一个要求。 计算长期债务和普通股筹资方式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第二个呢，计算优先股和普通股筹资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做特殊说明，我们就认为计算的是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所对应的息税前利润。好了，现在呢，我们说三个方案，但是它只要求你算两个无差别点，为啥呢？过会我们再说。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要求。 接着呢是长期债务和普通股，那么对这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那就分别是前面的第一和第三这两个投资方式。它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怎么算呢？来跟上我的思路，咱们来列式。首先我们看一下方案一，它是发债，既然是发行公司债券，就会产生利息，所以方案一它的每股收益。 用 EBIT 减去原来是没利息的，哎，我们现在增加了利息多少？需要资金五百万，在没有做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它就是平价发行，否则你就没法算，对吧？那么我们融通资金五百万，那是它的面值就五百万，五百万再乘一个年利率百分之十，增加了利息，那就是五十万。这是咱们。 方案一，它的税前利润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得到净利润，再除以方案一所对应的普通股的股数多少啊？因为咱们是发债，所以普通股的股数不变，依然是一百万股。那么方案三呢？发行普通股，既然发行普通股就不会有利息，而这个企业原来就没有利息，所以它的 EBIT 啊。 在方案三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税前利润了，因为利息为零嘛，一减零，那不就是我们的税前利润吗？再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这是我们的净利润，再除以我们原来普通股有一百万股，现在呢，方案三又增加了五十万股。好了，这不就是方案一和方案三他们的每股收益算出来？ 中间来个等号，哎，解这个方程，那是同学们课下的事儿啊最终解出来是多少？最终解出来，那应该是一百五十万元。下面第二个小问，计算优先股和普通股筹资每股税后无差别点那么计算优先股和普通股，那就是我们前面的方案二和方案三。首先，我们看一下优先股。那么对优先股来说， 我们计算它的每股收益，针对的是普通股的每股收益，所以 EBIT 再减去。对于优先股来讲，同学们一想，这个优先股如果一发行，不会新增利息，那原来也没有利息啊，所以 EBIT 再减去零，这是我们方案二发行优先股它的税前利润，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得到净利润。注意。 我们针对的对象那可是普通股哦，所以这个分子分子还要减去优先股的股息。那么优先股的股息是多少呢？五百万再乘以百分之十二，啊，没错，特殊说明我们假设它也按照面值发行。好，这是哎我们方案二，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那么在属于普通股的股数。 普通股的股数依然是原来的一百万股，对吧？好了，这是方案二。那方案三呢？方案三刚才我们算出来了吗？EBIT 减零，0再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再除以一百五十万，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方案三它的每股收益。中间画个等号，最终计算出来它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二百四十万。好了。 下面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啥问题呢？为啥不计算方案一和方案二？方案一它的每股收益应该这样算：EBIT 再减去五十万，再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再除以一百，这是方案一它的每股收益。方案二的每股收益，发行优先股是吧？EBIT 减零。 再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五，再减去优先股的股息五百，再乘以百分之十二，再除以普通股的股数一百。前面是方案一，后面是方案二。我们假装要求计算方案一和方案二它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系数前利润。那中间就跟他来个等号呗，方案一、方案二一相等。 剩下的工作我来做，同学们看着我来做。剩下的工作，咱要把这个 EBIT 给它解出来呀。那么就可以等于这儿呢是零点七五，是吧？一减百分之二十五，零点七五。所以零点七五 EBIT 再减去五十，再乘一个零点七五，这不就是这一段吗？我们分母跟它约掉，不要了。 就应该等于，那么这一端呢？这一段应该是零点七五个 ebit，再减去五百，再乘以百分之十二。同学们马上惊奇的发现，发现啥呀？哎呦，这个地方未知参量前面后面完全可以约掉，约掉以后这个未知参量都没了，这个方程有啥意义？并且你这一部分。 和这部分相等吗？这两者一定不相等，说明你列的这个式子毫无意义。说明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方案一和方案二根本就不存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既然方案一和方案二不存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说明在这个坐标体系下，横坐标是 EBIT，纵坐标是 EPS。 在这个坐标体系下，这两条线有没有交点？肯定是没有交点的，因为有交点就说明在某个息税前利润下，它们有相同的每股收益。根据刚才我们的计算，你方案一和方案二那不存在这个点呢、啊，就说明在这个坐标体系下，你们两者一定是平行的，永远没有交点。所以这道题。 为啥不让你计算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每股税后无差别点呢？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好了，下面我们就进行决策了。怎么决策、啊？画图决策呗。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要求：假设企业预期的息税前利润是二百一十万，如果不考虑财务风险，应该选择用哪一种投资方式？当然，对第三个要求来说，有人说：“我把这个息税前利润二百一十万带入三个方案当中。” 算出它的每股收益，选择最大的，行不行？行，可以。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依然要根据前面的思路，本着学知识，哎，这个角度呢，把这个图画出来。那么图形一画，哎，形成下面这个图。我们首先来分析方案一和方案三，方案二先别看，别看方案二。那么方案一和方案三，方案一是纯粹的债务筹资，方案三是股权筹资。 根据前面第一个问算出来的结果，方案一和方案三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是一百五十万。这个坐标体系，横坐标 EBIT，纵坐标每股收益。所以在息税前利润一百五十万的时候，方案一和方案三每股收益一样，所以这个图上在这个地方有交点，有交点。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一条线和这条线，这两两条线。 哪一个是方案一，哪一个是方案三？那么我们如何来判定呢？如何来判定？来，咱学们一想，前面我谈到了小股大战，好，小股大战。那如果说我假设我的息税前利润小于了一百五十万，小于了一百五十万，这两条线，我显然选择上面这条线，对吧？上面这条线，它的每股收益要高一些。 所以，当小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一百五十万的时候，我选上面这条线，这不就是我的股权筹资吗？所以，这一条线，这应该是方案三，发行普通股；下面这条线，那应该是方案一，发行公司债券。这两条线，咱们就由此区分出来了。下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二个问。 第二个问，我们算的是什么呢？第二个问，我们算的是方案二和方案三他们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方案二不就优先股了吗？方案三是普通股。刚才我们说这条线是方案三的那条线。你再一想，刚才方案二和方案三他们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是吧？二百四。好了，二百四。 也就是说，息税前利润在二百四的时候，方案二和方案三有交点。这是我们的方案三。既然方案二和它有交点，那么方案二也一定通过这个点。根据前面的推导，我们说，对于优先股和这个长期债券这两者啊，它是没有每股税有无差别点的，所以两条线一定是水平的。方案一的这条线已经在这儿了。 方案二又通过这个点，所以画它的水平线就行了。三条线由此搞定。这是方案二，这是方案一。好了，记一次。同学们告诉我，在这三个方案当中，哪个方案身上毫无意义？哪个方案毫无意义？方案二发行优先股的这个方案是毫无意义的。为啥呢？因为。 方案一，发行公司债券对它是一个绝对的碾压，在不同的 EBIT 下，我们的方案一都一定会好于方案二。所以发行优先股这个方案，首先就要全面的排除。它一排除以后，哎，下面这个问题就简单了，为啥呢？就是我们的小股大债两个单纯的方案进行比较。我们说，假设预期的息税前利润。 是二百一十万，显然高于了两者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我们就应该选债务筹资，就应该选咱们的方案一。好，这就是我们这道题目。好，那么对于这道题目来讲呢，那优先股这个方案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这个优先股它这个线在长期债务这条线的上面呢？理论上来说有，但实物当中不可能。 那如果说要让这个优先股这条线在长期债务这条线的上面，它就应该是优先股的成本小于长期债务的成本。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哎，可能就在上面去了。但同学们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优先股股东承担的风险。 一定大于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所以你要让优先股的成本小于这个长期债务的成本，这本来就不合理。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个优先股它这个线有可能在我们债务筹资上面，但在实物当中或者说我们通常情况下，它都是在下面的。好了，这是我们这一块这最终呢。 那选择的是方案一，是吧？选择方案一。